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女主的花园啊，上面的那个草地呢，已经全部都再整理过了，那这样感觉上就好多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庭院整理的，到今天终于整批呢告一个段落，那接下来呢又要重新从零开始，也就是从其他的步道再开始割起，加油喽！原本以为呢，整个鸡舍里面的鸡伙伴里面呢，可能没有公鸡，还好，在自己繁殖的鸡群里面呢，终于找到了一只公鸡，这个终于可以看到有一只公鸡，这个公鸡呢，对鸡群来讲，其实说真的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如果你整个鸡群里面没有公鸡的话，就少掉了一个保护的对象。公鸡呢，只要有一只就够了，因为不需要很多，要不然会打架打得很厉害。OK，这是我们的鸡舍，终于看到有公鸡长大了。OK，加油喽！